有事儿吗？今天盘点啊。我说呢，我还以为资料馆被打劫了呢。过来一下好吗？给我帮个忙。帮忙？帮什么忙？我这岁数大了，有一些资料放不上去。没问题。 你啊。 解放军同志，您要点什么？我随便看看。好嘞。哦，您买围巾是吗？您想自己带还是送人呢？不是我跟您吹，我这边的围巾全都是纯毛纺织的上等货。您喜欢什么样的？我帮您介绍介绍。有红色的吗？红色有，您这边请，我给您拿去。 您看这条怎么样？纯手工纺织，
品相细腻，价格绝对优惠。您看这怎么样？贾队长，那好像是队长的车。我去看看。是。你把车开位对吧？我待会儿坐队长车回去。是。队长，你怎么来了？我刚从军部回来，正好看到你的车。队长，你在这围巾店干啥？这位同志想买这条围巾。我说呢，给赵科长买的。不好意思。我就要这条，帮我包起来。好嘞。帮我看点啊。您拿好，谢谢，谢谢。同志慢走啊！队长，我帮你拿着呗。行了，知道这个图的主人是谁吗？是我，我就是你们千辛万苦要找的人。你就是土拨鼠。代号土拨鼠，你来这儿是为了冰封计划？你知道冰封计划？你的计划不会成功的。你还知道什么？我什么都知道。是吗？虚张声势这招我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就算是你们知道冰封计划，但也无法知道冰封计划的目的和具体的实施步骤。我猜想你到这个资料馆来也是为了想弄清楚这图纸上到底画的是什么吧。火电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是看了这个才知道的吧？嗯，不错，冰封计划的目标就是丰南火电厂。姑娘，看来知道这个计划的人只有你一个人。如果你死了，就没有人知道这个计划了。就算我死了，你的计划也不会得逞的。
那就试试看吧。 只怕你没有机会看到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每次杀人，哼，我都是迫不得已呀。我喜欢用火，我要让你们早日投胎，转世重生。 军部首长什么指示？首长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组织边防计划，不能给敌特任何可乘之计。好。队长，咱这去哪儿啊？咱们得去连武那边看看了。赵科长，赵静在凤南资料馆查阅资料呢。队长，你说图纸上咱们给拿到的，是不是那个老特务就没办法再启动边防计划？
我先送你去医院啊！不行，屠伯叔已经拿到图纸了，你再不去就晚了。放心吧，我没事儿，我等着你。 你找谁呀？师傅，我儿子是二车间的小张，他今天加班，我呢给他来送点饭。这二车间有好几个姓张的，你找哪个小张啊？他叫张大国。张大国，这二车间呢还真有个叫张大国的，可是啊，他的年纪看上去比你还大几岁呢，应该不是你的儿子吧？ 对吧？他说是在这个厂子上班的。同志啊，你会不会记错了？记错了？怎么会记错呢？你没事吧？ 医生，赵科长怎么样？已经脱离危险了。太好了，帮我照顾我的。喂，丰南电厂保卫科。什么？有特务？可能潜入发电厂。好，我马上去查。
老曾，这个老曾还在睡觉。老曾，老曾醒醒！老曾，哎，老曾，老曾，快来人！老曾，老曾！暴风突击队王文渊奉命前来抓捕特务，原来是王队长，你来的正是时候，快开门。这边，半个小时前，我还跟他喝了杯茶。封锁厂区，工人立即疏散，马上带我去配电室。快，快，快！别动！快点！快点！停下！快！这边，队长，就是这儿，请进。是。开门。是。
电报军部，请求增援。是。你们俩留下警戒。进来吧，王队长。真想我在这儿候你多时了，还真是辛苦你了。怎么就你一个人？不可以吗？如此淡定，哪来的自信呢？你还真是啰嗦。可以不啰嗦，只要我按下这个按钮，整个丰南将变成废墟，整个西南将变成黑暗，你应该知道这个结果的。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快点。树叶，你不觉得这是个愚蠢的计划吗？计划愚蠢不愚蠢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这里来当陪葬品。阎王爷可不敢见我，你要想见他，我可以送你一程。正是诙谐机智加幽默，难怪宋永贞能死在你的手里。该死的不应该是他，该死的应该是你。可惜，天妒英才，王队长，对不起了。树爷，让你费心了。赵科长，你该拆线了。这两天
王队长有没有来？哦，王队长他受伤了。受伤了？他怎么受伤的？他抓特务的时候腿上中枪了，不过你别担心，他恢复得很快，马上就能出院了。没事就好。赵科长，你的脸恢复得不错，马上就可以出院了。谢谢，那我先忙了啊。赵静，王队长，赵科长呢？赵科长刚已经出院了，才走。赵静同志，你真的认真想好了？是。我已经做好决定了。那好，我尊重你的决定。首长，腿上的伤怎么样了？好多了。找我有什么事儿？我找赵静。哦，找赵静。
赵琴，他已经请调离开军区，现在去56军机要处担任处长。这条围巾，我就再也不用担心你离开我了。林月，刘静，你答应过我，等和平了，要跟我去一个地方。可是我，我的小酒馆。缺一个老板娘。
藏在心底，背起行囊，远走四方。有些时候，你我一样，挣扎着寻找方向，渐渐触摸到世间冷暖，也不寻常，也不慌张。我想做人一定要坚强，我想人间盛开着善良，我想所有的你都快乐，我想和你微笑面对忧伤。生命旅程就是战场，别再逃避，别再失望。要坚强，我想人间盛开着善良，我想所有的